宏达集团创建于1983年，始终坚持以建筑工程机械为龙头，以多业开发为特色，全面实施人才、科技、品牌、诚信四大战略，现已成为一个集建筑工程机械制造、食品加工、房地产、酒店等为一体的多元化大型企业集团。历经30余年发展，宏达集团已成为中国建筑工程机械领域的骨干企业，累计销售和服务30多万用户，总资产突破20亿元。作为优秀的工程机械综合服务集团，其系列塔机、搅拌站被评为山东省名牌产品，铁力士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诸多殊荣。这些令人瞩目的成长业绩是宏达集团对客户厚爱和信任的回报。在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的同时，我们将价值链延伸至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客户提供更具竞争力的建筑工程机械解决方案和服务。我们一直视产品质量为企业的生命，在生产的每一个细节都展现出我们精益求精的品质要求，打造100%高品质的产品。宏达集团秉承诚信守诺、服务客户的原则，打造全国96个销售服务站，技术精湛的服务工程师可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回应，24小时向客户提供全方位、及时、快捷的服务。宏达集团拥有完整的自主研发体系，公司科技研究院被认定为山东省唯一一家建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并同多家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达成了产品研发和技术升级的战略合作，采用先进的设计手段、有限元分析、三维装配、计算机模拟仿真，提升企业敏捷制造能力，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取得46项国家实用先行专利、8项国家发明专利，其中 HZS180 混凝土搅拌站、500吨米大型塔机、315吨米遥控变频塔机被认定国家重点新产品。动力系列塔机在韩国市场的占有率居第一位，48米、52米泵车列入国家火炬计划项目，获山东省机械工业科技进步奖。YHZS60 移动式搅拌站获山东省机械工业科技进步奖，始终保持技术上的优势和市场竞争中的领先地位。宏达集团秉承追求卓越、永不满足、与时俱进的经营理念，建设卓越的企业文化，培育顶尖的专业人才。宏达是您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我们将与您携手前行，共赢未来。大道行远，憧憬百年，中国宏达，世界宏达。